开机啊。嗯。这里啊。嗯。打开。嗯。这是。加热。加热。真空泵。啊，这都开的开关是吧？现在是。对，现在都打开了。嗯。这里啊。这是什么？二次加温。二次加温。辅助加热。辅助加热。对，打开。嗯。啊。然后。温度上升上来之后，温度是这个地方的，这个地方的温度。现在设定是170，啊，实际温度是28度。啊，就等到它170之后就可以测试了。啊，等到它170度之后就可以操作了。嗯。然后现在呢，咱就相当于它等于是170度啊。嗯。然后咱自动。啊。自动。对。现在是自动是吗？现在是。自动打到这边了，这边是自动，跟我他自己进盘，所有动作都完成之后，他自己出盘。进来之后，然后呢？加温计时。啊，就加到25秒。对，时间到了之后，他就会吸附。他俩同步计时，现在。啊，就吸到52秒。对，现在开始吸附。啊，就当现在吸好了。啊，现在。对。啊，这已经出来了。